不会是由你家开的呀、啊？配合武装打 PK， 你让骚动手就去套，套不中就举报，封不中就举报。老王更是戏称，梦幻是他的私人产业，口出狂言只因他是自带外挂的全服第一武装，集齐全服最顶级的硬件，堪称梦幻第一神锋，炮主就是紫禁城服战大佬封赏。废话少说，直接欣赏。先看腰带，愤怒加封印命中率 1.89， 头盔为精青绝加 1.9 的封印命中率，铠甲为高双加高防御，也附带 1.82 的封印命中率，武器为耐敏双加罗汉，尤其是这个特效神佑，可谓顶级服战队的象征。鞋子是金刚怒目加 1.82 封印命中率，更暴力的来了，这是封手最新拿下的鞋子，笑里藏刀加 1.99 的封印。我不嫌弃他低感知，我对他好。